有当官的做中人又怎么着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胆子都小，那个姓赵的被我一吓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哼，害我买卖不成，不还他偷情又怎么样？是是是。东家东家，赵娘子上来了。哟，赵娘子，您这是送钱来了？哟，怎么没看到搬钱的小厮啊？我就等着您后头这600贯，好恭喜您当上望月楼的新东家呢。您说对了，我就是给您送钱的。大相国寺的长生库贴，您要不要？要要，当然要了。哎呀，赵娘子真是有手段呐，这么快就找到财源啦。假的啊！哎哎哎哎哎！你干什么？赵娘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想出人命就都别叫。买卖做不成，要不然按契约还我那300贯，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死！哎，等！啊，赵娘子，有话好好说嘛哈！哎，你以为女人不敢动真格的是吧？我给你那600贯。是我们姐妹三个人十几年的全部身家，身家都没有了，要命干嘛？我数十下，一，二，好好说嘛，三，我给，快去拿钱！哎，张娘子，哎呀，手下留情啊！